今天咱吃大盘鸡，今天做大盘鸡啊，洋葱葱姜扒一下，整出香味儿来，把鸡放。翅中和翅根儿，今天这一道上在市场里买个好小鸡儿，煎差不多之后倒这个料，我家搬出来一个这个大盘鸡的料，不用了，白瞎了。没有这个料的，一会儿我给你们组合一个料，给你们打到屏幕上啊，你们就用家里面的调料就可以。料里面还有这二荆条，放一个吧，美西吃，我怕辣，加点土豆。加水开炖，这个汤开了之后扣盖开炖。切点肉，我要炖个冻豆腐，馋冻豆腐。肉炖那个冻豆腐可好吃，这道嘎嘎好吃。啊，扒了点五花肉，葱花，花椒面，白菜。加完盐之后，这个白菜就不这么扑棱了。酱油、蚝油，冻豆腐，馋冻豆腐了。然后粉条吧，扣盖炖一下。哎呀，哎呀妈，这大盘鸡，洋葱、大辣椒，这大盘鸡炖的小味儿挠挠的。这个海带丝儿可以用凉水泡，也可以用温水泡，千万不用开水泡它啊，多泡一会儿，就你泡成就是这种感觉了，就是完全泡发开了，而且呢，就是你看啊，我们大概泡了能有半个来点儿，就能这样了吧？嗯，然后你就看它这种感觉了就行了，泡发率是非常高的。你如果觉得泡发出来还有那么一点，还是那么一点点，说明你就是没泡开。它有点黏糊，是天然的海带椒，正常啊。然后把那个黏糊用凉水给投下去就行了。咱们这个海带丝特别嫩，它不用焯水啊，直接就给它泡开了之后开拌就行。今天我用黄瓜丝、洋葱丝、酱油，最好一品鲜陈醋，然后汤，拌菜多来点汤好吃，来点香油。买的这种花椒油也有一点点麻啊、哦，辣椒油，盐，味鲜香菜。袋鼠要煮了，哎呀，行，这一就等美西上课都有点凉了。哎呀，咱俩就煮了，真好吃。姑娘，嗯。就想吃这个冻豆腐。